独男一物，种菜机攻入信和。B B 啊，你要快快长大，知唔知啊？我话直情当你系我条菜嘅，搞咩啊佢？变态，变态噶！咩？你竟然种菜？信和呢期大卖嘅，居然唔系最新推出嘅写真同埋机，而系呢一部咁的色嘅种菜机啊！有成廿几款菜俾你拣。其实我哋平均每日一部嘅，如果有机买到。暫時最受歡迎咧都係去到生菜，因為香港人都較為中意食生菜，咁啊可以種到嘅，咁啊比較得意啲咯。呢部機種嘅係水間植物，水間比起用泥種嘅病蟲害少啲，但缺點係難打理，細菌會好快喺水入面傳播。Green Farm Cube 喺日本出咗幾個月，聲稱係簡單、安全又環保。佢半密封式嘅設計，有風扇仔控制空氣對流。LED 灯代替太阳，用家只需要装啲水喉水，一次过倒晒啲液体肥料，一冚一塞，最后播种，嚟食。之后一两日加一次水，30日就有收成啦。部机唔需要太阳，但要 keep 住用电，系就系唔够 green。不过对于忙碌嘅香港人嚟讲，真系方便又健康噶。好多都系一啲白领人士。就買啦，擺辦公室啦，咁同埋種出嚟，今次同人哋講話會種菜咧，較為吸引啲，啊，比平時見嘅盆栽會較為得意啲咯。同埋佢仲有一個情況就係，你種完之後可以食。哇！真係你種噶，好叻啊！救我啊！救我啊！識得種，一定係諗咗。